过去就得交钱，知道吧？这是通关的赋税。哎呀，这位官爷，您少拿点，我还你告诉你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再啰嗦，信不信大爷我打你啊？你这个大人，你是哪一路的？大爷的事儿你少管。我哪一路都不是，我只是一个上路的人。快放下，放开手！我让你过去。对，放了。你们是朝廷的俸禄，应该为老百姓好好守好官场，防止盗贼横行。 我们家覆水已经是不应该的，还有以众欺寡，你们真是一群混蛋！你还真是蛇圈上！是你呀！哈哈！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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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不就欠你一顿酒吗？没问题。去哪儿啊？我牵马。真想不到地方的朝卫竟如此的横行无忌。这种畜生到处都是，在吴江县可以说一听到场卫的名字人人都皱眉摇头，朝廷就是如此腐败。不过朝廷也会改善的，新皇登基不久已经开始肃贪倡廉，励精图治，我想老百姓一定会有好日子过的。那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恐怕朝廷是前门巨虎后门进狼，再说这儿又是天高皇帝远，赵兄你在京城自然是看不见这些，但是你可知道各地各处可以说是无官不贪呢。虽是有人左手杀人放火，右手筑桥建路，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，所以华兄弟你不可以一条竹竿全传达。据我所知朝廷中就有不少忠廉之士。好，赵兄侠义爱国，但是你能保证你周围的人都跟你一样吗？赵兄此次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？是不是为了那个女贼唐兰而来啊？要不然怎么会惊动锦衣卫的指挥使亲自出马呢？你不用那么害怕，我又不是反贼。你不谈公事也罢，那我们就只谈风月。来，一醉方休。华兄弟，你突然离京来到这里要办什么事？我当然是到这儿来花天酒地的。事实上啊，我是来寻找一道秘方的。什么秘方？当然是玉女秘方了。小弟我好色成性，我听说此地有一位隐居方士传有一道玉女秘方，你不知可以一夜美女无数啊。是吗？啊，你要不要？我要不要啊？昨天晚上的那些美女啊，个个都热情如火，我现在想起来呀、还余兴未尽呢。什么羞啊！一个大男人居然不敢谈论这个。你想过没有，那些姑娘的玉手啊，就这么一摸呀，那什么滋味，妙不可言的、你干什么？哈，恭喜你赵兄，幸好你不是太监，哈哈，还有感觉哦。我还怕你是太监呢。赵兄，你脸红了。华兄弟啊，好，你不谈公事也不谈女色，
喝酒。哎，客官，客官，客官。昨夜与君畅饮，痛快。余弟戏弄赵兄，请谅。他朝后会有期，干杯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说神出鬼没，很少以真面目示人。你肯定他就是唐兰？有一个特点是鲜为人知的，是吗？那就是掌上的后颈。昨天晚上的那些美女啊，个个都热情如火。我现在想起来还欲心未尽呢。你想想，那些姑娘的玉手啊，就这么腻。那是什么感觉啊？妙可言呐！你干什么？恭喜你昭兄，幸好你不是太监。昭兄侠义爱国，但是你能保证你周围的人都跟你一样吗？此次是不是为了那个女贼唐兰而来？要不然怎么会惊动锦衣卫的指挥使亲自出马呢？哎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们家头呢？啊，等会儿啊，金大哥。什么事啊？有人找你。啊？谁啊？就这人，你看，就这人。